少卿和唐林，蓝队则是谢金燕和忠贞，还有两位神秘人物哦，究竟是何方高人呢、啊？欢迎收看《黄金传奇》。的的确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黄金传奇》这个节目从今天起正式播出300集啦！掌声鼓励一下。我再记一次啊，这样分别往你的镜头冲，然后要尖叫哦，要尖叫！从今天开始，《黄金传奇》正式播出300集啦！以上就是舞龙舞狮代表，这是我们活泼活力的展现呐、啊！啊，这300集真是不简单呐、啊！话说这300集可是说观众朋友陪着我们经过了将近6个年头，走遍了大概10几个国家，全台湾21个县市，才有今天300集的成绩啊！光看我们今天开场的地点，气氛就相当的不同。哎，是的，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全台湾独一无二最重要的地标，而且也是我们全台湾的政治中心，每年国庆阅兵的重要。地方，那就是我们的总统府前广场。尤其在这地方呢，让人呢不禁肃然起敬。但是也让我们想到，每年呢、啊，不仅是国庆阅兵会在这边办，同时我们的元旦升旗啊，我已经连续来3年。是国庆阅兵，我还从这走过呢，跟总统敬。哎，真的吗？当时我还是那一队总指挥呢。哎呦！哎呦！看到没有？难怪我们跟总统府有这么不解之缘。你想想，几年前，你看，当我们在那个市民广场那边，陈水扁当时在市长的时候，市长的时候是我们的守护神。哎，我们还在到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头去开宝藏，对不对？好，不过话说很奇怪，咱们今天为什么两队就两个队员？嗯，因为我们的经费缩水了。没有，其实市长今天收视率节节上升。从今天300集之后呢，我们节目内容有一些改变，我们的队员各有一位埋伏在我们前往的脸上，还是秘密武器，是秘密。据说这两位呢都非常的有才华，而且对我们节目非常的了解。至于呢，谁会选到谁，谁会配上谁，哎，这就是。但是呢，我们的这个队员呢，今天应该好好来感觉一下我们今天新的内容，新的不同，好不好？一起看今天的黄金规则。两队呢以总统府前北广场为起点，路线涵盖了台北市东区到西区，使用有求必应金牌去执行黄金任务。每条路线呢各有3道关卡，每过一道关卡就可以获得1/3张的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进至宝藏箱的藏宝处，优先开启宝藏箱的就可以获得50,000元的奖金。这输的队伍呢可以获得奖品，有防皱美白胎盘素面霜、防电磁波金牌小丸子，还有拉风流行的太阳眼镜。两队呢今天将先拜访开放参观的总统府，然后在这个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台北市展开寻宝。近年来在捷运陆续通车，各个行政区呢也越来越重视休闲场所的规划，台北市啊的确是展现了台湾进步的城市橱窗，也迈向成为亚太文化之都的目标了。哎呦，不得了，今天范围相当的大呀。不晓得，我们要从台北市的西区啊，包括了现在所在的中正区，一直延伸到东区啊，根本是个地毯式的搜索啊！啊，哎，范围相当的大，但是第一关从哪儿开始？我们要请仙子给大家介绍一下，佳怡。今天300集，所以特别不一样。是，一开始呢，两队就要一同来出发，欢迎来到总统府做客。哎呦，今天等总统请我们去做客。其实是今天刚好总统府开放让大家参观，所以我们大家一同进去参观喽。好，来，我们参观了总统府之后呢，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吗？等到参观完之后呢，我准备了许多的抢答题目，请各位观众朋友呢，不是两队，我先请大家参观过去。哎，还没有开始就把我们仙子打昏了，怎么解题啊？请各位观众朋友注意。然后参观完之后呢，一定要努力的问，仔细的抢才能够抢答对哦。好，那我们就仔细看，慢慢的瞧了。好，请问蓝队准备好没有？好。300集果然是300集，厉害。太逊了，对不对？来展现我们的实力，红队，红队准备好没有？好。哎，今天很，哎，我们没有安排耶，你们全部戴头巾哎，我们全部戴眼镜。很好笑，你们的眼镜衣服红色，我们的戴两个蓝色的头巾，有没有搞错？哎，好巧哎！哦，好，好了，今天大家都不要赢了，仙子赢好了。来，现在我们就请金仙子为我们鸣笛出发，预备，出发！你建议不会叫，是不是？
超市黄金传奇的啊，各位两位在座，大家好，我是总统府专员李文烟，非常欢迎各位今天能够到我们总统府来参观，好，欢迎各位哈，谢谢。好，来，接下来我们又请我们黄老师，来跟各位介绍，谢谢。各位好，我姓黄哈，也欢迎各位来总统府哈。以前来总统府啊，真的就干就啊就不干单嘞哈。我们的那个陈总统哈，他说我们是他的好爹哈，他的好爹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大方的哈进来里面哈参观哈。好，现在跟着我哈进到里面来。好，谢谢。谢谢你啊。来参观总统府喽！好紧张，我会不会看到总统呢？我们要讲总统府哈，要讲，其实我们总统府哈以前不叫总统府啊，它叫做总督府哈，它叫做总督府。总督为什么叫总督？因为在日据时代哈，1895年的时候哈，日本人哈，我们因为马关条约让日本人哈，割让给日本哈，所以日本人他要派总督来这边，就是原来当初设计做好的时候的样子，所以这中间其实是一个电梯，只有那一个地方有电梯哈，只有那个整个是个电梯啊，对，整个是一个塔。一个塔，我们一直电梯，我们一直以为总统就在那个最高，对，我想是这样认为的哈。那事实上哈，那个是其实是一个塔，空空的一个塔，上面只是一个电梯上下而已哈。这个总统府建多少钱呢哈？280万的日本日元，280万是多少呢？就是一个万华的龙山寺哈，木栅的紫兰宫，再加上新竹的城隍庙，三个庙加起来的6倍的钱。哇，可见这个地方花了很多钱建设，应该的嘛，应该的。所以总统府盖到现在多少年？82年，在1919年的时候，建好的哈，它盖了7年。有小朋友来参观了，恭喜哈！我们的小朋友非常幸福哈，他现在的年纪就可以进来哈，哪像我们哈，像我啦，你们是18岁进来，回去就写一个作文，以后我要当总统。对哈。小朋友哈，非常幸福。今天我参观了我长大以后的办公室。总统府是面向哪里的呢？我们台湾人建房子哦。对啊，我们面向南朝什么？台湾人是喜欢朝南的哈，坐北朝南，坐南朝北。不对，坐北朝南。然后总统府哈是面向东的。哦，为什么呢？坐西朝东。日本人哈，他要对着太阳朝日。所以总统府是面向东的，它一共有2100平。1945年的5月31号炸那个美军就轰炸哈，从我们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哈，总统府前面这个地方炸到了，1945年的5月31号烧了3天3夜，修沙冈山，这样子叫做伪装，他在藏什么？藏起来哈，我不知道他是天真还是什么哈，因为我不能随便讲他是很笨哈，我没有讲哈，就是听到了。1948年才重新又修正把它做好哈。那国民政府进来就把这里当作总统府哈。刚刚我有说阿扁总统不是住在这里，我们一直都认为总统。对，我想，因为很多小朋友也问我这样子。是，总统办公室在3楼。你怎么知道？所以它这里变成一个楼梯就是这样楼梯。阿斌哥如果要上来，升降国旗的时候就要走楼梯。好累。要从这边出来一个人哈，这边出来一个人哈，就是绑着安全带升降国旗。这个旗杆哦，倒不是说哈什么普通的旗杆哈，它的旗杆是炮管，三节炮管哈，不是接起来的哈，竟然很，你看它的时候，它是炮管接起来的。我们从这已经看到八角亭。对，吸烟室啊，对，已经看到八角亭。那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阿扁总统办公室吗？那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阿扁总统的办公室吗？今天阿扁总统在吗？我们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不好哈，那边那个角哈就是八角亭，这个八角亭就是当初日本人设计的时候，他怕这个建筑物倒下来，所以多建了这个八角亭哈。那最后总督进来以后，他说抽烟的人都到那边去，所以82年前就有吸烟室了，就是这个地方。哇，还有两岁耶，应该可以认真的听，仔细的望。
总统府常试问答，这两队要举旗抢答，答对的得一分，媒体可以选择删去法，压两倍或者压三倍来加分，可是答错就要倒扣了，获胜的就可以先选择提示出发了。请出题。好，第一题，阿扁总统有什么之称？一，台南之子；二，台湾之子；三，中华民国之子。请抢答。红队，台湾之子。答案。冷大冷静，好，冷静，他是你就可以取了嘛，你要不要当队长啊？冷大冷静点，我们要行政哦，不要行政哦。第二题，请问两队要压什么牌？不压，不压，都不压，稳稳的。压两倍，我没有赌，不是那种赌性坚持，两倍的。好玩嘛，就要加点赌要回来。好，准备好了，请出题。请问总统府的建筑曾在西元几年遭到轰炸？1939，二1942，三1945。请作答。好，再来一次哦，我数到三哦，一、二。好，请问宣布解严的是哪一位总统？一，蒋经国先生；二，林佳盖先生；三，李登辉先生。请作答。红队，有没有讲过的？蒋经国。好，二比一。蒋经国吗？蒋经国。哦，你答对了。耶！总统府是日据时代的建筑物，请问从完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多久？一，70年；二，72年，几多啦？对，三，耶！耶！这上面压上去，我们才会赢。那你错了，他就倒扣了。对啊，倒扣你就负一了，他就赌了嘛，赌了。好，第六题，请问陈总统的生肖是属什么？一虎，二龙，三牛，几多啦？一是什么？一虎，二龙，三牛。接受惩罚啊！对，我们现在总统府，总统是陈水扁先生，所以呢，他的一本书叫《台湾之子》，我们要朗诵他的其中一段，请每一位朗诵。朗诵。是的，大声的朗诵出来。来，我们把它填一填。三姑六婆。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三从四德，四海为家。下面一览无遗，一无是处。一无是处。朝夕相处，哎、欸，不是，一朝一夕朝三暮四，哎、啊，不是，一朝一夕，是不是？一朝一夕。电话号码，打电话。但是我们如果，哎、欸，为什么这是八吗？小姐，七七。算数真早。我想说八，我们要到天母去了。老师，各位同学，我现在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世纪新希望。从有到无，我的半生和绝大部分和台湾人都一样，都是由下到上，摆脱贫穷，迈向更宽阔的人生，给自己意志和力量。
这蓝队啊，正在接受问答失败的任务，朗诵阿扁总统的《台湾之子》。您瞧瞧，这谢金燕很忠贞呐、啊，可真是手势动作十足呢。而晨晨呢，你又会念出什么名堂？还有，怎么念得让队友们笑得东倒西歪的？零二二七二七二一七一六八七一六八，对不对？对。七二一七一六八。哇塞，这么远！七字头，七字头是东区，大安区。东区我熟啊，那是我的地盘呢。喂。喂。找哪位啊？我是健康主。健康什么？健康主？刘尔金的健康主安和店。打地度。尔金啊。找哪位啊？哎，健康主哎，健康主嘛，我就知道嘛。刚一听你的声音，我那么想念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你啦。哦，真的吗？是啊，你等我，王丽玲啊，我待会到喽。到了。没有，我们。红队呢趁胜追击，顺利找到了秘密武器刘尔金开的店了。这一题啊，要将每一个跟数字相关的成语填好，再把直列数字相加，就可以解出一个电话号码了。打通之后啊，就是艺人刘尔金所开的大地度健康主了。哎，这宽敞明亮的餐厅里面可以品尝到强调自然健康取向的涮涮锅，尤其是选择店里面推荐的健康吃法，这饱餐一顿之后啊，还有可能会瘦身呢。请不要走离我们的航道，也不要走在我的后方，伙伴们，让我们并肩同行，走向新希望，走向新台湾，好不好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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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拜托你先走吧，求你。对，我们这边可以吧？可以吧？不错，加油啊！一心一意加心无二用等于十三啊。一不做二不休，九九乘法，一不做二不休，什么？九牛二虎，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九牛二虎，一波三折，六神无主，六神无主，五体投地，一代佳人，是吗？三八佳人，哎，二八啦，二八佳人。什么？九霄云外，你知道吗？意思他这样加起来等于十三呐，十一加二等于十三，你懂意思吗？对。这答案也可以干嘛用？对啊，对不对？这样也可以干嘛用？冷静一点，这不可能是减的嘛！十三减二八怎么可能？这不可能是加的啊！这是加，这是减嘛？这是减嘛？这加嘛？因为这一定是八嘛，台北市的电话是八头的嘛，就八十七嘛，那个减啊等于多少？九二八七，也是八七啊，九五也是八七啊，八七八七，然后这是加四一，八七八七四一。五四八七八一四一五四电话。有谁是音乐才子？但如果他如果不够算是音乐才子，我们就扁他。好。但如果他如果不够算是音乐才子，我们就扁他。好。你竟然骗我们制作单位说你是音乐才子。人接吗？通了。喂，请问你是哪里？喂，请问你是哪里？我们是黄金传奇。喂，你要再来问、啊。你是季仲平啊？你要找哪位啊？喂喂喂，刘翔，你那边是八七八七四一五四吗？你到底讲什么话啊？你是你那里是哪里？告诉我就好。OK， 我们现在过去找你，好不好？好，我是你的朋友高培华，好久不见。马尔大兵，原来你是高培华。No。哦，马尔大兵，高培，你真的高培？高培 ，Where are you, man? Where are you now?Come on, tell me now. 你在哪里？快点啊，过来。你在什么地方啊？对啊，要过来小客厅。OK， 好，好，出发，拜拜。快，小客厅。哎，等路。好讲话的话。依照范例里面啊，数字加减空格的十一加二等于十三就可以得到逻辑，所以呢，填好了成语再填入正确的加减乘符号，不能够算出复数哦。加加减减就解出了小客厅的电话号码了。这里啊是个很有家的味道的餐厅，当然也少不了高培华擅长的音乐所营造出来的优美气氛。不过更重要的是，它有融合各国风味的美食料理，而且啊菜名都很特别呢。在这儿啊，高培华会招待没吃午餐的蓝队怎么样的大餐？哎，好机智问答，我当然赢曾国成。他们那个是那种笨答，尤其又加上光。这什么？来，不要水。啊，对哦，对不起。
到喽。好香哦。真的很香哎，我肚子好饿。欢迎这个红队来到这个全台湾最健康、最好吃的这个。哎，我们走，不是废话少说，跟我们走吧，哪那么容易呀？我知道，我知道要把你拖走不容易。没那么容易，你们想把我带走没有那么容易啊。真的。要经过重重的关卡，没关系，来先送你们一个纪念品啊，谢谢，请挂在身上啊。挂在身上。对对对，可以挂在身上。等一下，等一下。你的人头。哎，等一下，我们如果要解题的时候用笔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来用。等一下，我们有大约有100多种菜色可供你选择。哎，吃到老的多菜色哈，然后夏季还特别推出了有这个冰品创意花枝丸，好好吃的样子。对，这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么多菜单你这个眼花缭乱，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怎么办？我给你准备了四套，哎，可以照着我这个按图索骥啊，有这个防癌健康餐，你可以按着顺序来吃。主题餐，哎，防癌健康餐里面有一定要照顺序吃吗？番茄、豆腐、木耳、香菇，还有刚刚那个创意花枝丸，一定要照顺序吃。对，照顺序吃。这个吃东西的顺序是有这个有学问的，有产生化学作用之后呢，才能啊防癌健康。对啊，那然后还有祛痘清爽餐，你觉得火气太大，满脸痘痘，变成倒灰吗？吃这个让你不是倒灰啊，退火。对，番茄、生蚝、鲜蚵、蚂、海南小卷、雕火秤、雪花牛肉、高丽菜，这都是给男性这个补身专用。对对对，男性是强筋补血，女性是养颜美容。因为生蚝呢，可以说是海中的牛奶。哎，有干货哎 ，OK， 我知道一点。很赞同。欢迎光临小快递。请进。可以聊天，可以吃东西啊，可以约朋友的地方。哎 ，beautiful， 这是我朱文。哎，朱文坐那边。哎呀，你好吗？你好。那我中文突然变得有腔调啊。哦。哎，他变得浓的中文。对不起，我是来这个。哦，那边有很多的家常菜 ，right？ 非常家常菜。哎呀，非常的家常。可是你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小白痴啊。你看到这个菜名 ，right？ Right， 好好吃哦。这是自己发明的烤鸡，是哪一盘？哦，来了，你看看它，好漂亮吗？而且这个酱料是我们本店特调。哦，这个酱是特调。对。你干什么？哦，当台长。我说这邻居什么？这邻居李长，李长。是，他是我们店长。店长，你好，你好。哎，你已经开始在吃了，为什么？对，节省时间啊。哦，这样。好好吃哦。对。这个是海鲜。每个人讲话后面记个 right。那如果你们喜欢吃比较清淡一点呢，比较特别的味道，就有这个。这是清淡的 right。对，这个是，里面也是综合海鲜。Oh yeah right。你干嘛一直 right right 去的？很好吃哦，它是它里面的酱料是奶油。他不习惯，是奶油的来。看到我们两个同桌了，他就受不了了。这个是什么？然后那个是我们这边也很有名的豆牛子。玩的游戏啊！当当当当当当！它是番茄炖牛肉。番茄炖牛肉来，我不能吃牛肉来，不能吃。吃肉吃。你吃牛肉来。来。
你要记得，因为待会有事情要做。对，我们等一下有一个考试要给你们，这样。真的？有个考试要给你们。不是，你来台湾几年？你们不是吃饱喝足了就可以走了？对。你不会讲好好的，等一下还要考。你不会讲，你都比我好太多了。废话。啊，对啊，你们吃半天还不知道吗？我会唱的歌。对啊。准备给你个答案。Oh my god！ 你看到没有？这个外国人，你看到 ？OK。我看到到五十，我也会，他专门过来的。好了，不管，反正你们就边吃，可是这个是你们的。像是如玄，分别做出一道创意料理，并取一个红卫星的名字，或者任何一个问题。分别做出。对，你们一个人要做一道，不会吧？我们材料通通在那边。没看到。嗯，什么好吃放什么。对。头发剃了以后都怪怪的。头发剃了以后，我的性向变了。不要脸姐！妈，不好听啊！这是我们排行榜第一名，是我们的招牌。对，是我们的招牌。我们明明在赶时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吃的那么多？我一定要先，你知道在台湾一定要先吃啊。哎，老张。知道。好好好，谢谢，你们要赶快把握时间。嗯。我拍了。都不要那么粗。打过时间对吗？我这种客人很少。这不重要，来试开心吃的健康是我们本店最大的宗旨。价钱不重要，但是一定要付就对了。那我们今天玩什么游戏呢？来开始。不哭是英雄，今天我们五个人比赛，在地的快吃完指定吃的。那边就是我们的在地队。这边。好，游戏规则就是。这个太棒了。好，先宣布一件事情好了。是。他太快了。这跟在地队获胜的，获胜队伍可以获得北海道帝王蟹价值2000元一只。这真的有吗？这真的啊。有活的。这还没杀，很肥，非常好吃。好，准备了啊！百公馆健康主公馆，百公馆，这主馆，健康主公馆。你炸多久会熟啊？就看你了。健康主公馆，这主馆，看不到。健康主公馆。你主要诉求是什么？清淡呢？清淡。对啊。主要诉求是清淡。干干净净。你呢？你加蛋。你乱七八糟啊！那我先加蛋。我只要我做好，你就会知道。现在不便先跟大家透露。这样子的话，我加点萝卜好了。我这个应该叫做佛跳脚，连佛快都会跳脚一下。好了，就看我的菜就想还俗了，你知道吗？打你不如不说嘞。快一点啊！啊，会不会动作太快了一点啊？啊，金刚总裁，金刚，白龙团，白龙团，白龙团，对啊，金刚总裁，没人说啊，感觉做机器人。机器人可以动啊！机器人在做机器人的动作，好吧？我还没讲啊！健康总务人，回去！捡起来！捡起来怎么办？回去起点，你做太快。
健康中的人，打击度不同人，打击度不同人，打击度不同人，还有认真的学健康组木头人，第一个健康组木头人，打击度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哎，我怎么要吃完就没回来？健康组木头人，喂，哎，那个摄影师，你拍那种角度好像不太好，我也用那个角度来拍。健康组木头人，马上动，何动啊？何动？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吃了吗？吃了，这个。健康组木头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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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组木头人。哎，这是我们很好的。这个牛肉哎，你知道吗？也是哎。对呀、啊，我跟你讲，就很漂亮。对呀、啊，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我没有。健康组木头人，把那个雪花牛肉，我不想吃了。健康组木头人，那个颜色。健康组木头。健康组木头人，不能不能咬。里面还有。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哎，不动不动不动。哎，掉一块肉，麻烦吃掉。捡起来吃掉。掉掉。同一个场。我先煮，我先煮。我先煮好了。阿爸，中正最会煮菜啦，捡起来。他很会下厨哦，他下次家里没事，没有板凳，板凳之后就会打电话叫我来吃饭。动作快，动作快，我去开动作。这个油已经热了，水学不到吗？对，一下一下，对。好。这火是这个，对。把这碗给我。碗。对。名字碗又是念碗。还我。我没有还你啊。你不要乱丢了啦！没有，我为什么有那个菇菜呀？什么是菇菜？你把我的菜弄很乱了，糟了。什么糟了？你有没有应该会赶快洗它吗？这油会加太少。啊，油会加太少。啊？因为蛋里面有，你干嘛加辣椒啊？我们那个我盐巴，我盐巴。这谁？有厨说的。水。水 water。水 water water water。好。OK water water。廖甜甜，好加。对对。哎，那个味道都加了吗？味道都加了吗？差不多加了。不熟没关系，小看就好。耶，无先把鸡骨碎就好，对不对？对。不错哦。这么贵耶！哎，可以可以的，可以的，熟了熟了，好不好？我要关小猪八戒。撒在上面就好了，知道？我关，这样来。不少在里面。来，起锅，起锅。好，你还有虾子，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慢慢煮啊！啊，慢慢煮啊！虾子已经熟了啦。健康组木头人，你吃要不要连壳吃啊？要剥壳吗？要剥壳啊？健康组，要不要木头人？来来来，等一下，你看电脑出来，先拿出来。哎，你没有出来，很痛哎。好，听听好。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快我吧！健康组木头人。我有点想把壳也吃了。吃下去啊！健康组木头人，健康组木头人。好，都吃完了，你们没了，没了。啊，他们没了。结束了。
好吗？既然如此，那在地队呢，很不幸的因为签运的关系，被粉红可是你们这种，你们这种冒险犯难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郑重的请问刘尔金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红队 ？Of course。我要颁赠这个帝王蟹的奖品给各位。谢谢谢谢，太好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好，哎，关主，你们的三分之一保障组，谢谢过关。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保障组，下一个，真的要表现，真的精彩。耶、yeah, ！这红队呀、啊，率先获得了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领先出发前往下一个关卡了。恭喜你们不但非常具有聪明才智，还是很能吃的。这个就是下一关的提示了，请大家努力。我现在已经不是关注，对，再次我们队员，谢谢，谢谢。踢中三下，剩下不要。踢天，三的下面是安，特意安天。刚刚有没有天什么？踢中三是安，三的剩的下面不要安，剩下不要安嘛？宁可天师中宁。能体能测验，体能，体能那个体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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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体适能，体适能，体适能，完了，我们才吃了，对啊，才吃完药就跑，对不对？好了，走了，走了。李灵儿今先别担心嘛，这踢中三下就是指踢要用三声念成体，而剩的下半注音嗯不要就是是啦，宁字注音中间的一去掉则是能，所以解除了中华民国体适能协会。哎，这协会的宗旨啊是要推广促进国人健康的体魄，并且养成运动的习惯，所以啊在这儿有各种测验体适能的器材以及专业的教练还有课程来教到正确的体适能运动。不过刚吃完火锅的红队啊，哎，在这儿会顺利通过考验吗？不够了吧，可以的。嗯，哦，你这是，这是石井汤吗？佛跳。这是石井汤吗？佛跳脚。你怎么拿那个钱？那是饭桌的吧？你看，他这，他这为啥会炸到你？因为有水。它如果熟以后呢，把它整个这样子又放到冰块里面。那个是用烫的，好不好？这是用油炸的，你知道吗？怎么会煮菜啊？用出来的。有人在拍照了。哦，他要痛死我。你这油真的够吗？还需要浇，还没拿，还没到，还没到，还没到。我翻一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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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边炒边想菜名哦。菜不会炒，你锅都蛮会铲的。再翻一下来，一二三，开始。哈哈哈哈哈哈！难道自己吃了？你在干什么？你疯了？不要不要了！不行，够了，这样就够了啦！我在家里炒掉了，我都还会再把它弄回来。不要不要不要了！你们最后加最后，你再上。你也快弄我！你不要再弄了。不会，我不敢了，已经很小。锅剩半锅是怎么炒？休息一下，我们聊聊天好不好？累。有问题，突然炒，整锅白炒，整锅翻炒又白炒。原来你不是用锅子，那现在直接烤番薯就好了。不是，是为什么他们家锅子会这样有来有去？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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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锅，好香哦。有没有三个菜都不一样？看到把人家瓦斯炉弄成这样，惨不忍睹。整理整理一下。好，现在要邀请我们的店长 Ricky 来做评测。你要试试看看好不好？嘿嘿。菜名叫做财神道。
为什么你在跳财神？财神不是一样一样？真的不错。真的吗？对，有点像虾仁炒蛋这样。哎，我加很多东西哎，不止哎。嗯。还有很多香料哎。好。叫什么名字啊？这个菜是这样子，它叫做佛跳脚。佛跳脚，那吃了会跳脚，吃了会跳脚，到现在才吃到。好吃，好吃。这一代表你要知道菜名吗？要、欸、你也先吃一口啊。我先吃一口。我还接触到菜名，可是他把我主题吃掉了，他把我主题吃掉了。啊，主题啊，好好，他是这样子的，他的菜名叫做七只在森林里迷失的虾子之黄金价值。有虾是五，有虾好。七只哦，而且森林哦，七只在森林里迷失的虾子。耶！是蛮不错的，可是过关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你们要把自己做的菜先把它吃完，然后把老板带走。然后再帮老板。不错，不错，现在是六只。这个看多了一点，比较便宜。是现在吃森林哦。嗯。还不错啊。嗯。对，我青蛙菜蛮好吃的。这有个真的很好吃。真的吗？虾仁炒蛋谁不好吃啊？这哪是虾仁炒蛋啊？你已经虾了。这是他们店长讲的。就是虾。哎，我觉得我们虾子各有特色哎。好 OK 啊，恭喜你们啊，拿到我们那个环保。蓝队呢，同样获得了三分之一张的藏宝图。晨晨呐，要加把劲儿哦，急起直追呢。有几种鞋吧？怎么样？有好吃的？七只在森林里面迷失的虾子。真的吗？有听说有只找到它同伴了，第八只，可是已经嗝屁了。好吃，好。这个给你们，恭喜你们过关，加油哦！好，谢谢。万万万万方，万万方方王，万万方万万万方，万万方方。你的地图呢？万万方，万方，万方，万万方，万万，一万次方，一万，一万，一万，开根号，再开根号，连十方，十。为什么十方？因为它是开根号，它是万方，所以是十就十方。十方月级，而这里的音乐剧场里面呢，包含有气氛优美的咖啡坊，容纳百余人的演奏厅，还有专业录音工作室。虽然呢，这是由旧仓库改建的，空间不大，却提供了属于音乐的心灵响应。来到我们中华民国体适能协会松江推广教室哦。体适能协会是在干什么的？体适能是什么？刚才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哉问。体适能就是身体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如果你的体适能力不好，常常感冒，常常腰酸背痛。所以呢，体适能协会成立的最大的宗旨就是要鼓励大家，运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且要常常做，规律的来从事，才能够帮助大家体适能力增强，然后能够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跟日常的生活。哎，然后待会呢，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体适能，让顺便测量一下你的健康状况。OK。好，这一站呢是心肺功能的测试，我们使用的是体委会颁布的三分钟分阶，这个目测表现很高，有35公分，这是一个35公分的立方。完了之后，我们要测量三次脉搏来检测四位艺人的心肺指数。来，四。
着红队呀、开始体验第一项了，心肺势能登阶运动。这可得实实在在的在台湾三分钟阶梯，在测量每个人的心跳。不过呢，这才刚开始呢，丽玲、尔金，哈哈，两位撑着点哦，更严格的测验还在后头呢。好，这一站要替大家测试的是肌肉势能。那么我们采用的时间呢是一分钟的屈膝仰卧起坐，看看四位艺人呢能够在一分钟屈膝的这个情况之下，腹肌收缩多少次。所以待会儿在做的时候，如果在30秒之后你就累了，没关系，你休息一下。第59秒你还能再做一次，你就再做，我们就帮你累积。因为两个鱼胸部比较快碰到。对啊，那这样子说，耳钉哥哥的肚子不是先碰到？提醒大家一下，吐气的时候起来，一下子都坐不起来怎么办？欢迎蓝队来到我们十方乐器哦，那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我请这边的负责人哦，徐大哥、徐老师，好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好，十方乐器是我们原来是个乐团，一个平常做比较学术、比较艺术的一个音乐的乐团，哦，太适合我们了。对啊，那我们进去里面感受一下打击乐，好了，来，请进来，听音乐弹指挥。来一个简短的一个乐曲哦，这个哈、哦、你们听一听就好了。等一下呢，我们会请这美丽四位的美丽的团员哦，也是老师的学生呢，好、哦、来演奏另外一曲比较活泼、比较轻松的。他们演奏完之后呢，你们要融合他们，合力要演奏完这个乐曲。融合他们。对对对，你们要当他们助手。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来打成一遍。学习打击乐演奏技巧，合力演出获得认可机构。那有什么问题？这很适合我们。合力就比较对你来讲比较简单一点。合力很轻松的。五，好，当兵。六，七，五，八，你休息一下，等我们支持到最后啊。检测数据50，哇，多厉害！拍手拍手！过了多少个？50个，一倍耶！你用毛巾，给一个毛巾吧。是，骨头要硬，但是关节要软，所以要测试大家的关节跟肌肉的柔软度。那么我们选择的是坐姿前弯，也就是要测试大家大腿后侧腰部的肌肉的柔软度。那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老人组。这样子，好，吐气，中指，推，轻轻两秒，停一下，好，放下，好。才21，疯了！我多少我会过，可能多少？21啊！到极限的时候停留一下下，停留，好，停住，非常好。第一次成绩31，棒！男生不要错过，你要来跟我切，来，你我的头啊！我太过分人吗你？别那样，真是太好，他不够了，没地方去了。我刚刚还在说有人推到底吗？我先要颁发一下，就是两个人破纪录，我从来做这么多人的检测，还没有看到这么棒的成绩，就是一元一奖。对，男性的这个肌肉势能非常非常棒哦，一分钟屈膝仰卧起坐50下，大家要赞一下，超棒。
根本是机器。表了，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表示他的关节肌肉非常柔软，非常的好，不容易受伤害。至于我呢，我就非常适合做家庭主妇，均衡，非常非常的均衡。其实你呢，我看你还是去做店长就好了。其实呢，来，这是你们的成绩。谢谢。擦，擦，对，我也是擦哎。你是都擦？没有没有没有，我的心肺力是可哦，可哦。那这个肌耐力是擦，柔软度是擦，肌耐力呢？你两个擦呀，我一个。真的好，谢谢。那我再擦。荣登失败宝座。Stop!
都站前面来。其实这个曲子蛮不容易的，这是在美国现代作曲家叫 John Cage。哦，John Cage。他真的不错。我好难过的那个。然后他就让很多很奇特的乐器，我刚好看到，譬如说那个海螺，对不对？那驴的下颚，还有像这个狮子，这不是大象？大象放屁！大象放屁！这是像狮子一样时候吧。那本来我想这很难，可是没想到我们几位天才，算是天才。别这么说嘛。后来刚刚想到底要怎么样，结果发现应该算是大成功。Yeah！今天是我们老师的生日啊，真的吗？生日快乐！那我们来演奏一曲生日快乐歌。生日快乐歌。好，今天是他43岁的。帮你唱生日快乐歌，我都起鸡皮疙瘩。好，我们祝老师生日快乐啊！那也恭喜你过关。感人感人感人。好的，谢谢。Thank you。谢谢。下面有请我们有请金仙子。恭喜蓝队，贺喜蓝队后来居上，抢先获得了2/3的藏宝图。嘿。漂亮。恭喜龙过关。谢谢。拜拜。拜。谢谢拜拜。地图，地图，金牌，金牌，无奈丢下砖头，这个漂亮哦，首次去，这什么字？鸡，不动丢下砖头，杀鸡，嗯，哦，完全不动，你当然不懂这注音啊，题啊，没有注音，我连我都不见得解得出来，丢下，丢的下面，砖的头。好不好？砖的头，吃汁。欧洲。粥。那前面呢？有什么粥？粥。很好，上半身是正的哦，上半身是正的哦，跨大步出去，你们好不好？兴奋功能，还有柔软
肌肉的体适能。他是最后的代表。我觉得今天的是大大大成功。恭喜红队，同样也获得了三分之二张的藏宝图。这三分之二张的图里面有许多的 F， 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周。走，来周金牌。天灵灵，地灵灵，黄金紫金独领，有请金仙。终于到我了，期待好久了。来吧，嘿。这个是你们的黄金任务，每个人跳十五下之后，再帮你们请题。来吧，十五下。我们看到这个狮啊、沙跟鸡，把这个狮去掉，是不是剩下鸡一跟啊？所以合起来是不是加加州？赶快找找看，刚没有找到州。还有 Tony 啊，加州炸鸡，那是德州啊。德州，加州，有加州进来喽，请。没有加州，有啊，加州。我们去加州，你去泸州，有红书晚会。走。这题啊，要用美句后四个字来解了，把杀鸡里面的狮的注音给去掉，剩下家，然后呢，在丢字的注音下面的 O 跟专字上面注音的之合在一起，就是州了，解出了加州健身中心。这是个将美国加州的健身风气带到国内的俱乐部。由于啊，全世界有近400家的店连锁经营啊，所以啊，会员出国的时候也可以健身，而各种高科技的器材、宽敞的空间还有教室，更对瘦身塑身很有帮助呢。来到了暑假里，青少年聚集的西门。蓝队会有什么奇遇？大家好，我是仙子。哎呀，这次下一关的提示呢，就让头脑不简单的你们猜一猜吧。再见，有事可以随时叫我嘛，拜拜。再见。那仙子好健康哦，对不对？嗯。黑桃 I 不是黑桃啊 ，I 号黑桃一是一。哎 ，I E I E I E， 惺惺相惜 ，I E I E 有没有什么 I E 的？什么意思啊？为什么 I E 啊 ？I E 就是跟那个电池有关系。它跟这个一定有关，黑桃。为什么 I E 啊？应该不是。我们叫仙子好。哦，叫仙子。对对对对对，我们一起努力。有请今天的。好，我又来了。错了，就好有任务。啊，真的。黄金任务就是让你们再运动一下，就是呼啦圈。但是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呼啦圈哦，是叫做音乐摇滚呼啦圈，要摇15下哟。来，十五下太简单了，这太小了。一、二、三、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六。开始，耳机有没有？4、5、6、7。数出去，8、9、10、11、12、13、14、15。Ice Ice Baby， 对 ，Ice Ice Baby， 在这也好远呢。
不远，就在这里。好了，我们去自己录。这两张扑克牌的黑桃 A， 也就是 S 上面的 A 变成了 I， 所以呢要把 S 改成 ICE 了。两个 ICE 就是中文的冰冰了。这冰冰举落就是演艺界的大姐大白冰冰小姐开的冰品店，夏天喝杯清凉的冰品是最享受的。不过啊，健康嘛爱狗，哎，这个举落就是种健康食品，有美容瘦身的效果，再加上抹茶、绿豆等等配料啊，让你炎炎夏日不止清凉而且健康。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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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We're here to do a contest. We have 30 seconds to become like you. Thank you. Yeah, yeah. Hey, how long did you practice? This graduate school with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Of course. I'm really good. Why are you so bad? No. Yeah, it's really bad. Very, very massive. How old are you? I am 41. 41? 41. 看得出来吗？完全看不出来。哇，哎，好棒哦，41岁。对啊，因为有健身的人呢，肌肉都看起来会比较结实。好，欢迎同学来到这个冰局或冰店啊，这是目前台北算是相当有名的冰品店。那为什么会受到大家喜爱？因为它除了可以消暑之外，最重要就是它有养生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呢，有请店员来帮各位介绍，就是冰品的特色。冰冰姐嘞？对，欢迎冰冰姐。简单的介绍一下，冰冰菊肉有很多很棒的口味，因为承袭白冰冰25年来在演艺圈很正向的形象，所以我们品质、卫生、服务都是最好的。那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红豆薏仁菊肉，红豆大家都知道它特别消肿，红豆大红豆化，那绿豆呢，它是可以退火气的，对，少年男的火气太大，退会了没谁调啊，对，然后菊肉。健康食品，对，它是高纤维的，有，比如说最佳的大肠水疗，这个会有会有对不对？身体健康多好，壮壮，每天便便尿尿。然后呢，这个薏仁大家都知道，女性吃的是薏仁啊，可以美白，又可以减肥。我本来很喜欢吃冰棒的，那对老人家也没办法，因为吃冰棒的牙齿也受不了。老人家不行，要冰冰吃过，而且是。冰，但是它没有加冰块，所以是让你凉凉的，然后里面的东西都是最棒的，好好听哦。那我们可以吃了吗？能吃得到啊！来，赶快现场，靠龟不要来哦。红豆，再加，可不可以红豆加绿豆？也平常没有这么卖，我们是照招牌。我偷偷的讲，个人啊，傻逼子一个绿豆来。你怎么吃得喜欢的？我这种豆类都爱吃，红豆加绿豆，我自己吃。这是绿豆，而且你不要从上面吃，就掉掉。对，要搅拌一下。里面的还泡上。对呀。我还没吃过。把它重揉一下。对呀。睡觉啊，所以这个是 Omega 定色机，这个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定色。可以把颜色固定下来啊。就躺在里面啊。你用的话，效果比这台最有效。对，我交叉训练机。一个小时可以燃烧600多卡。
双手用力往前推，然后脚往前踩，踢反，你要往前，对，往前踩。哦，犯过了，叫，对。所以你的手臂会用力的，臀部跟大腿你会感觉到那种是运动的效果。当然这是要设定一下目标的。它有一些难易度嘛，对不对？对，还有那个程度，从一到二十。谢谢你，不客气。二头肌，三头肌，三头肌。我不会反转的。音乐家会运动的很多，温金龙就是个例子，他也是。好，基本上呢，这一堂课大家才掉了大概5分钟就已经喘成这个样子。这堂课的名称叫做曲线雕塑，你就知道说4分钟跳下来之后应该就会有那样像老师那样子的发展。因为老师身材非常的，知道，非常的过分。再讲一遍。所以今天火气都大的青少年，请他吃菊若绿豆汤，因为绿豆汤会消火气。你水姐倒回来就对了啦，对对对，因为他本身是倒灰，或者那种脾气很暴躁。为什么孕妇要吃红豆？好，为什么孕妇要吃红豆？找一位孕妇，请他吃菊若红豆汤，因为红豆是补血的，所以孕妇很需要有很多的血来活络。我们在日本哦，女孩子第一次来那个老朋友的时候，都要煮红豆饭，对不对？所以吃红豆是有道理的。而且孕妇吃红豆可以说是一人吃两人。好，两个人一组嘛。好，那就要开始了。好，就在我们门口那边找，人蛮多的，生意很好。预备 ，Let's go。我们要说，可以打不打？大宝找到，来啊！不要这样，哦，火气很大，幸亏辛苦了，没有没有，不能给我来，来来来，哎，我们是要请你，冰冰姐，冰冰姐，谁丢了？我的目标很明显，因为体积必须很大，因为是孕妇。他的目标也很明显，因为头发少的。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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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交代一个，他长得像那个可怜可怜自己，找我去演艺圈好不好？尽量跟冠军的广告明星，广告明星可以可以。就是学长飞分成功的那个，对对对，飞分成功，准备好了吗？开喽！没有，他哪来的呀？既然在意的话，这块有什么牌吗？
完整的藏宝图，两队呢仍然是旗鼓相当，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 完整的藏宝图，两队呢仍然是旗鼓相当，谁会是最后的胜利者？这样，这样，等等，这是什么？然后这是F，F，福啊，福，福怎么福？带天福吗？哎哎哎，不是啦，什么福？这明明是那星光三月的地标，好不好？你们算错了，算这边。 46，对啊，46楼啊。好，What's up？哇！湖上的高楼形状代表的是台北市的地标星光摩天大楼，而这46个F就是指46楼了。所以呢，解除了星光摩天展望台，它位于交通枢纽的台北车站前。星光大楼的46楼，在这个视野辽阔的观景台啊，看得到台北盆地的重要景点。而傍晚淡水河的夕阳余晖、夜幕低垂后的万家灯火，更能够清楚地映入眼帘。 在46可能上面，再数一次，1234567890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四、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十二，没错，四十六，走吧，四十六，走，谢谢，走走走，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哥，我们要去星光国际大楼，五分钟计时开始。十、九、八。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在骂人哦，我们很有气质的红队，干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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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了！你好，你好，你好，我跟你好。好，你好，我蓝队来后没？还没。跳！好快！你好快！你却不会觉得？他慈眉善目，他不会骗我的。来，右手边出口，谢谢。好，谢谢光临，谢谢。我们要找东西，找东西，等一下。经理，经理，经理。顺时钟到，展望台一周。顺，这边，这边，这边。找时钟，找找。顺时钟是谁呀？来了，近视一千度。耶！近视一千度。干嘛？眼镜，眼镜，眼镜，近视一个眼镜。这边也近视一千度，对。你真的不知道吗？什么叫做近视一千度？你们这边有什么任何跟近视有关？对不对？大家还要再找。哎，脸上两颗痣的人，还怎么说？我。还是我们要亲眼看到，来，反正都在这个边上。还差一个。哎，你可以大概看一看有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找这个人了。来，我们拼一下，身高一百七，近视一千度，脸上长两颗痣的人，短头发，身高一百七十三，没说男生女生啊，应该是。我觉得厉害，这个高度。同学，同学，我没戴眼镜啊，哎呦，吓死我了！你躲在哪里？不是，我们不要让他看到暴力。来，郭廷谦。阿明，这个柔性，柔性是要讲话的。对，就是你。你们要死吗？你再不给我，就脱你裤子。哦，你好难搞，我们绕了多少圈，摄影师好累。不急，不急，不急，不急。蓝队来过没有？这对我来说很重要，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在国内没有赢过，这个很重要。不要再说，我们好怕又是这样。一、二、三、三。不要再做垂死的挣扎了，亲爱的蓝军同胞们，你们已经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输了，四面受敌，赶快投降吧！我们的金牌比你们的车牌还要大，没错。现在在星光三月楼上吃着好吃的帝王蟹，我太开心了！你们赶快放下你的武器，赶快投降吧！拜拜。大家拜什么？我说我们已经四面受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哎呀，还在呼叫亲爱的。妈的，串兵啊！你怎么那么没有精神？怎么？知道吗？现在我们四个看着外面，
信阳圆规，淡水河的出水口，太不能再抱怨，尤其是拿着金牌，信阳照到金牌上闪动眼睛的怎么办？小心，他把电话挂了。喂，说话断掉了对不对？我来串冰哎。他们真的已经到了吗？他们可以还没到就打电话骗我们啊？有可能啊，有可能。不是、啊，不是、啊，隔壁那个人啊，他骗不了我，骗不了我，他太熟了，他就是赢的，他赢的是嘴脸就是长这样。